他嘞呢？老板，你再像我要弄死你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在跟你打招呼。我刚刚在拍视频，自言自语，哈的一下把我哈塔了，我靠！嗯，老板忙完了？差不多，忙完了。忙完了，又没什么事现在。哦，没什么事，给我洗猪圈。我的猪圈都还没洗呢。捞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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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捞！看一看你们妈来了，看你们。我感觉有250斤吧，大的。啊？230斤。也不大，说是杀杀了吧，再等温度再凉一点吧。等会冲完了帮我去冲一下。我这两天我一个人冲，说实话，这屎又多，两天就一坨屎。这两天天冷没洗，兄弟，可以杀了。这到时候怎么分呢？一头大一头小？抽签啊！啊，抽签。蛇颈的不好，谁赢了的大的，输的小的啊？对，最公平。现在来。一局定胜负吧，对，一局，一局的是吧？二，广大网友作证，来，我赢了就这头，你赢了你大的，谁赢了谁大的，捡到石头布，我靠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准的吗？那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了，这一头好像大一点，这一头大一点吧。OK， 没的问题啊，广大网友见证了，广大网友见证是吧？嗯，好，应该不会相差太多，我感觉差不多大呀，10到10斤，最多10斤左右，10斤肉不会偏好多，不会偏好多，啊、我感觉养的，这个肉结实一点，我感觉这个肉抛一点感觉，它肥一点，它扎实一点感觉。兄弟们，这个就是我的了，没有，明天开始你没有吃了，就饿。啊，我去喂鸡啊，虽说鸡现在不多，但是每天也要喂，不喂的话这个鸡啊会瘦啊，本来就是留来过年的，你别搞得过年的时候来抓他们杀一下，我靠就吉利啊。啊，老表你喂你的猪，我就喂鸡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的猪没吃啊？啊，可以留在了。你家的猪以后没一日就吃一餐了，不吃两餐的。可以。鸡不多了哈，还有20来只。哟，这鸡了啊，下饭了。这里面长了一个蘑菇，大家看看，这么大。嗯，这啥品种啊？能吃吗？给鸡吃，嘿。这只大公鸡，这好多人看上了这只大公鸡啊！兄弟们，这只大公鸡我留来过年的，过年拜神的。现在这个鸡啊，已经啊喂好了，然后下去啊，找老表聊聊天，吹吹牛啊。那就是你2年前种的树是吧？3年前种的树。嗯，这个品种真的是很差是吧？很差很差，好酸，好酸，红蕨。是不是没到时间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吃的好酸。红菊尝尝。我不吃，我现在喉咙不舒服。这么酸吗？有这么酸吗？你吃一个吧。我不吃，扔掉。你觉得我还得走？摘了。不摘，你都说不好吃还一摘，不要让它熟透。过一段时间摘。熟透。嗯。再摘。兄弟们，看看啊，这个鱼塘那。怎么办？这些土我们挑掉吧。你去挑。这好多人要我们啊，这个山挖一个沟挖不了哈。你们来现场看的话，真的挖不了啊。挖不了。这只能往鱼塘里面排，这个附近山里面的水冲下来啊，全是黄泥巴。这边都填了将近1米了。真的有1米高。真的有1米高。没1米也70-80啊。嗯。这都是。我现在在想哦。我鸡棚上面那一块山啊，树已经砍了，明年肯定也会请挖机来挖。这一下雨啊，那不得了，那以后黄泥巴啊更多了。再过几年啊，这鱼塘旁边这些树卖掉了，挖机一翻土，那更不得了了。啊，没有好鱼塘啊！啊，这聊会天就聊到了12点了。要吃饭、啊、没豆腐。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有那个生菜。我不感兴趣。我给你吃。啊。下次你做好了。我做好的你不能吃。我做好你来吃是吧？嗯。好的，我打你电话。啊。拜拜。啊。
啊，回家啊，回家吃饭，走喽。啊，回家了。怎么在鱼塘一天呢？跟老表在吹牛。又吹牛啊？妈妈，爸爸现在越来越讨厌你了。你昨天搞得爸爸都没睡觉啊，凌晨2点钟才睡，什么意思？你是来报仇的吗？啊？我觉得上辈子我欠他的。这三个小孩只有我家老二小星星是来报恩的，不哭，小时候还会自己睡，还会自己睡。他是要么就是奶睡，要么就是抱睡，还赖睡。现在压根就是要抱睡，天天要抱，天天要抱。问题是抱还不睡，天天半夜三更在那蹲蹲蹲。爸爸现在越来越讨厌你了，你知道吗？默默，笑给他看，笑一下。他吃饭了，我吃饭。老妈吃啥呀？老妈，鸡肉，啊、是鸡肉啊。